您演过哪一些重要的戏？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从队长，从队长开始，对，打打打打先。演过这个三立开台的华八，真爱找麻烦。哎呦哎呀，华八。那感觉最大的获得是什么？获得就是从演戏当中获得了一个老婆的，获得了一个老婆的。这是真爱。